吃饭了，咖喱饭。咖喱饭？为什么是这个样子？咖喱饭为什么是这样？我不懂你在说什么。而且为什么你最近脾气越来越暴躁啊？我的脾气越来越暴躁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咖喱饭啊！咖喱饭又怎么了？我最讨厌是咖喱跟饭搅在一起，然后端上桌。我只是想要先把你们都弄好嘛。而且饭跟咖喱搅在一起，跟分开有什么不一样？当然不一样啊！我喜欢饭跟咖喱分开，然后干干净净的端上桌。那你为什么不说？我一直都是这样做，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喜欢？我一开始就不喜欢。如果是以前的我，我喷子直接摔在地上。以前的你，对，以前威瑞凡，你现在真一点都不了解。为什么不说？你说我就不会把他们搅在一起啊！我讲有用吗？你老是跟我说这个能做，这个不能做，这个不能吃，这个不能吃，说什么我都得听你的。你说为了我的安全，为了我的健康，我能说什么呢？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？你想不想安全？我不想要健康，我只是想单纯的快乐，可以吗？所以我对你的好不对，安全健康的生活也不对。对，对，就像我们现在的婚姻，就像我们的相处状况，安全健康没有不好，可就是少了。少了什么？我到底哪里做错？你告诉我好不好？到底少了什么？哈？少。